其实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，其实您也是担纲他们一个导师的一个角色。我不知道在刘先生的演艺道路上，特别是音乐道路上，最开始的时候是哪个老师的哪些教导让您就是印象特别深刻？我从小就以为自己唱得很好，没觉得需要学，没想到就是每一天他进这个歌坛之后，就每一天都在学，几乎每个。我的前辈都曾经告诉我该怎么唱，该怎么唱。那我是一个杂家小子，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我都唱过，但是没有一首是新的。但我觉得我是那种玩一玩，开心，然后大家跟大家一起生活，然后成长的那种音乐小子。